哇哇，林婷又站在上面了、哦。你们都塞车了啦。往前面。哎，不是这样子玩的。啊。林婷要你坐里面。啊。帮吴心意帮你推好了。吴心意你帮他推。好了。好了，出来了。他是最喜欢玩法的什么鱼景？哎呀，凯凯他们呢都没有看到哈。那我们呢？还有其他哥哥姐姐，等一下两点、三点、四点还会在这里这个秘密基地里面，还要派队伍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故事，好吗？如果你们想要进来的话，哦，那个幼稚园的走了，对、啊，也叫青筋哎。哇！哥啊，你在这里游泳啊？林婷又也在游泳啊？这里球比较多，哦。被妈妈放哪了？哇！你的袜子，赶快去那里坐着穿。哇！你要跌倒了。哦，对，坐在这里穿。哇！哦呦哦呦，还有嘞，那个大的溜滑梯耶。Go！哇，好玩耶！我暴风战士，你们来这边跳，这里是进出口，在那边，在那里球很多，在这里，哦，这里球很多，啊，说好跳下来。哇，太多球了！啊，这里是秘密基地吗？这里是谁的秘密？里面有邪恶大魔王吗？哦，你看里面的灯光，很多种颜色哎。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耶！哇，怎么有这个秘密基地呀、啊？那你来这边。我怎么卡住了？你要讲。啊